向下俯瞰，一整片干涸的水床已经成了沙堆。可能想象，这里原来是亚马逊河主要支流之一索里蒙河。这条河流水位已降到历史以来最低水准。事实上，2023年亚马逊森林就已经遭受严重干旱，引发大火蔓延。甚至在去年10月，距离亚马逊州首府玛瑙市的特费湖，因为湖水干涸，至少超过200只的亚马逊河淡水海豚暴毙死亡。目前，特费河的水位比起去年同期的两周平均又低了2.92公尺，这让当地原住民领袖也很担心。Que o mundo precisa de também ouvir a natureza。亚马逊的原住民领袖表示，许多人不断焚烧砍伐森林种植农作物，却不懂得展望未来。但不只是这个区域干旱严重，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今年以来已经连续146天没有降雨，面临7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。环宇新闻许明欣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